期待亮眼的精彩表现，好，期待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现在呢就在颁布跟亮颖这一块。哎，张亮颖，刚才的四位佳丽以及呢星河的选手，告诉我你最喜欢什么？其实我跟大家都很棒，然后刚刚对心里话说话的语气比较有影响，因为他很流利、很仔细。哇哦，15号。期待我们小天后的精彩表演，请继续锁定2011环球小姐华丽大赛总决赛，继续关注。女性，她是一位既美丽又有实力。